国旗飘扬在金门模范街上，但仔细一看，一边是五星旗，一边是中华民国国旗。有大陆游客说，这是代表两岸一家亲；有部分台湾观光客则是觉得这是一边一国的意思。会有这样的场景，是一名逃逸家王明宗自掏腰包请人去大陆买五星旗，希望可以打造老街的卖点，借此带动商机，吸引两岸游客前来消费。里长也同意在这里插旗。不过，在反渗透法三读通过的第一天，街上的五星旗立刻消失，只留下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。王明宗和里长反映，反渗透法大帽子当前，只好先拔掉一只不留。不过早在2018年10月，五星旗也有一度因为担心炒作曾经被撤下来。不过其实国内并没有禁止民众插五星旗，曾有民众要求增设条文禁止五星旗公开悬挂，但法务部则是以不符合宪法的人民言论自由为由不予采纳。如今因为反渗透法通过，艺术家和里长主动把五星旗主动连夜拔下，这个行为也引发热议。